哎呀，想不到动物医生还有这么多奖呢啊！真的假的？这是？哼！你是谁啊？我叫艾亮，是来面试。要不要帮忙？不用。是你呀、啊，你不就是刚才换轮胎那个人吗？吓死我了！哎，真是，哎呀，咱们俩也算是有缘啊，第二次见面，一回生二回熟。你也在这上班吗？我是这儿的工作人员。工作人员？秘书？哈哈哈哈！哎呀，这环境还挺好的啊。哎，对了，我们俩也算是有缘，我还不知道。哎呦，丁涵，嗯，你今年多大了？有没有男朋友？你是来查户口的吗？没有，我是来面试的。你又在这上班，像我这种条件肯定会被录取喽。大家到时候一场同事，先了解了解，增进增进感情嘛。你是哪里毕业的？学习多少年了？京师医科大学硕士毕业，学医小八年了吧？医学硕士，那怎么想来宠物乐园应聘啊？这个嘛，嗨，说来话长了，在医院工作没什么挑战性，想换换环境。你喜欢动物吗？喜欢，我小时候身上长虱子，我都舍不得掐死它。这你干嘛呢你？帅哥在里面面试，那怎么样啊？院院长正在盘问他，帅哥说他自己特别喜欢小动物，身上有只狮子都舍不得掐死。真是个奇葩！还说啥？我能看看你的毕业证吗？毕业证？嗯。哎呀，喏。你学的不是动物医疗啊，我们要的是动物医生。你是来玩我们的吗？当然不是。嗨，这个东西殊途同归嘛，我连人都能医，更别说动物了。所以我从人医转型做动物医生，那还不是分分钟搞定的事儿。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？请说。人医和兽医有什么区别啊？哇，好难的问题啊。人医医人，兽医医兽。还有呢？还有？嗯，还有什么区别啊？没区别啊，不然你告诉我。第一，动物医生是负责全动物种类的医生，除了人类之外，所有的动物都是我们要服务看诊的对象。第二，由于动物不会说话，所以我们的看诊方式呢是全方位的看诊，而人类不一样。你别说，你就是一个秘书，跟我聊这么深奥干什么？这些话你们院长来跟我聊，我都不一定能跟他聊到一起去，真是。哎呀，再说你们这个院长上哪儿去了？我都等了半个多小时了，怎么人还不来呀？丁院长，嗯，怎么了？院长，这好不容易来个人，你可得把他留住了啊！我忙得手都抽不过来了。你要是真不留他，我可就罢工。我跟你开玩笑呢。我们这里缺的是兽医，不是人医，所以请回吧。回？不是院长，你听我说，你也看了我的求职简历和我的毕业证书，我各方面的条件都特别优秀，你用我一定不会让你后悔的。
请回吧。不是，月亮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对我自己特别有自信。俗话说，人生路漫漫，你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像我这样的人。我宁愿走夜路，行吗，灯笼同志？回去照亮你自己的惨淡人生吧。嗯，我给你个建议啊，大硕士先生，你站没站相，坐没坐相，骨头跟长歪似的，然后还穿着一身正装，都可以赶上至尊宝了。我建议你下次面试的时候呢，还是穿回本色吧。拜拜。小七，开不开心啊？走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嗯，怎么了，小七？我们还没到呢。什么时候搬到这儿来了？我都不知道啊！你太神了吧！小七，你就别进去了，你在这儿等妈妈哈，啊，乖。你好，我已经交完费了。是孩子的事儿吧？哎，走路不看道啊！我。干什么？狗眼看人低，跟你玩是看得起你。还真怪，不想要的时候吧，一不小心就怀上了；想要的时候吧，费多大劲都怀不上。你也别着急，放松心情，调理一下身体，说不定过两天就怀上了。就这些，陈吉。走。
这个狗狗好厉害啊！是非常纯男，大黄狗。哦，大哥英明。穿的挺有钱的，我什么都没有。走了。小七。小琪，乐乐，你慢点，慢点，什么？小琪，小琪，小琪，你家在拉布拉多犬呢？啊，哈哈，来来，真厉害，赶上我们警队的特种犬了，是吗？我一条犬最鼎盛的时候，也不过就这个样子。小七，警察叔叔夸你呢。小七，叫小七啊？啊，好名字嘛。啊，黄老，你也太厉害了，两个劫匪。您单枪匹马都给截获了？是啊，黄老，您这么大年纪了，这都快退休了还这么拼，看来呀，我们还得向您好好学习学习。少跟我面前拍马屁，不是你们两个臭小子说我是倔老头了。再说，人也不是我抓的，两条神犬抓的。您不是只有一条神犬吗？怎么说两条呢？还有一条啊，路见不平的拉布拉多犬，果然够神气。一看就是条聪明的狗，肯定通人性。啊，你们两个把那个小蛮子压车上去，一会儿我来处理。是，走走。霹雳，过来。霹雳，奶奶，我要向您请，我要向您请。哎，听话听话听话，跟奶奶回家看动画片去，动画片里有哮天犬。警官，您的这条犬叫霹雳啊？是，霹雳。啊，我之前看电视剧看《神犬奇兵》，里面有条军犬也叫霹雳。不行了，跟我一样老了。啊，我们盯着两个嫌疑人已经很久了，掌握了系列的证据，
但今天这件事情仍然需要你协助调查，到时候警局会通知你。好的，没问题。